小姐你好，喝点什么？啊。拉菲格，一杯。加冰加水。加冰，谢谢。你的脚。啊，谢谢。你给我的那件衣服特别特别合适。麻烦你给我一杯山崎十二年，酒水一比一。好的，先生。第一次喝威士忌，日本的酒好入口些啊。我请你喝一杯。麻烦你，给他来一杯。算到我账上。好，来试一下。又不是买醉，没有必要喝那么猛吧。挺好喝的。你知道你点的那种苏格兰威士忌在哪个国家最受欢迎呢？不知道。希腊有个小岛叫帕罗斯，岛上的人有种风俗，人死以后埋三年，把骨头挖出来，再用美酒洗干净，放到盒子里，再装到每一家的木种小屋，家族的人就会世世代代在一起。如果我今天喝的是别的酒的话，你说的这个故事应该也都会是同一个故事吧。是美酒了，不能浪费。你不是这个仓位的客人吧？你从哪里看出来的？我和这个酒吧里的其他女人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仓位的女人不会给自己的高跟鞋贴底胶的，尤其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你知不知道每一年从游轮上失踪的人大概有100多？开始的时候还怀疑过这个数字，但现在我相信，看起来大部分是酒鬼失足了。我怎么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自己跳下去的？那就无人知晓了。我们早晚都会到那边去啊。我没有办法理解，在这事情上也要插队的。真的有勇气跳下去的人应该都是极少数的人，像我们这种大部分的人呢，应该就只有插队抢鸡翅的勇气了。晚餐的时候就看到你，
一个人还跑到收费餐厅去吃饭。那么关注我啊？其实价格也没有贵到很离谱，不是吗？你说那些普通舱的人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到楼上的这家餐厅好好的吃一顿？嗯，一部分人一想到这个餐厅不属于自己的舱位，可能不会上来多看一眼，还有一部分人呢，上来看过了，那发现自己能吃得起一顿餐，就像你这样，但终归它是需要额外付费的，还是要回到自己在上船前就已经买好的船票包含的餐厅去。我不是你说的第二种人，我看到了这里的好，我就要留在这里。可以啊，我可以帮你 upgrade。不用了，谢谢。我不接受这种额外的付费方式，我自己可以负担得起。享受吧。怎么，下船走一天累了吧？嗯，有点。先去吃饭，这个餐厅挺好吃的。嗯。蓝先生您好。等一下。靠窗空位您随便选，我先去后厨安排一下。好，谢谢。我以为靠窗的位置只留给预定的客人，原来只留给美金啊。啊，没事儿，这顿我来请吧。不用，等一会儿就好了。难怪看你买了一天的食材，这个后厨还可以加工的。秘密菜单一会儿就来了。Hi, Eric. How are you? I'm well. And how's your meal? We didn't waste any of your ingredients? Look delicious. You are the only reason why I stay in the cruise. Oh, I don't believe you. Of course, you stayed for the beautiful girl. Okay.Thank you very much. Please, enjoy your meal. 游轮最大的弊端就是吃食太单一，像我们这些老饕都知道啊，用小费喂饱这个服务员和主厨，什么都可以吃到。来，尝一尝我们自己挑选的美味。
我选的都是当地最有特色、最时令。过了此地此时，再也吃不到了。我一直挺好奇的，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自己来做游览？我哪样的人呢？不缺钱，不缺时间，也不缺品味。我一直以为游轮是一种节约型玩法。在哪里怎么玩其实都是看自己，还有跟谁在一起。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财务自由之后啊，就想环游世界，大部分时间是潜水、登山、极限运动。我就喜欢游轮，船带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吃喝，最重要的是欧洲这些国家真的很适合游轮呢、啊，睡一夜换一个国家，不用换酒店的。这个我倒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很少出来玩的。我以后出去玩的时候我叫你啊。我不是坏人来的。既然你这么厉害，可不可以让我进后厨的？这才是鸡蛋最好的做法，太质疑我的中国味了。今天也算圆满了，该逛的也逛了，该吃的也吃了，心愿也都达成了。还差一点点。什么？戴上这个手链，今天就圆满了。这条不是我刚在那个首饰店看到的那条吗？我只是随便看看，没想买。是啊，就是你喜欢的那条啊。因为你今天说了一句话。我说什么了？你说，卖东西的人卖不掉东西，是一件很伤心的事。但是送礼物的人送不掉东西，也会很伤心的。收下吧，不贵的，才9欧。那我就收下了。我帮你吧。行了，谢谢。要不要尝一尝？当然啊。小樱桃，怎么样？真的很好吃啊！真的不比你那个大厨的手艺差，好吧？你比他厉害多了。这么赏脸啊？哎。好吃就多吃一点。嗯，真的太好吃了。要是这个时候再配一碗白米饭，那就太完美了。这是游轮没有白米饭的。我说说还不行啊？但是可以给你一个意见。什么？盐不要放太多。等一下啊！Ladies and gentlemen,
Tonight, it's my pleasure to have everybody here for this sweet VIP captain dinner.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今晚的各位光临我们行政层的船长晚宴。怎么不停心愿卡？ You did that? 算了吧， this, 我从小都是中奖绝缘体，鞋子更黄。船长为所有的贵宾准备了一张，也许不一样呢，不试试怎么知道？大家可以将自己的心愿填写在上面，随便写。好吧。I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body tonight we have the wish for sure. Of course, we cannot break in the law, okay? 只要是在这艘船上可以实现的事情。你的愿望一定会被实现。当然了，船长也说违法的事情是个例外哦。Let's see tonight who will be the winner. We have the car, and we just need to open. The winner for tonight is Section A, Area 8. 幸运儿来自 A 区八号台。Tonight the winner is the gentleman in that table. Good evening. Are you? 这张卡片上的心愿最好由这位先生自己念出来。我们掌声欢迎。Congratulations. I'm the lucky one. Yes, you are. You are. 就此刻，我今天晚上唯一的愿望，愿王曼妮小姐为我唱一支歌。Are you? 王曼妮小姐，你愿意完成它吗 ？Are you sure? Come on. Welcome, welcome. Pleas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ing? What a wonderful world. All right. Can you? Okay, thank you.I still dream of strength where woman's moves sky is blue from me and you away that是在笑你，是谢谢你的酒啊！才没有呢！我第一次知道，唱歌不靠嗓子，是靠勇气。真的，这一曲我永生难忘。为什么突然抽到你啊？船长也收小费的？以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许愿是靠心诚则灵。刚才那三分钟，
我可以毫不掩饰地喜欢看着你，是上帝听到我的心声了。明天船靠岸了，你会去哪？回上海啊。我会去冰岛，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极光？我要回去上班的。机票酒店都是现成的，真的不考虑一下？那会不会许多年以后，王曼妮跟别人讲起，当初没有跟着男人下船，看看冰岛有没有童话？可能人生就是另一半样子了。那是好样子还是坏样子啊？不跟我走一样好，但是不一样的好。今天为什么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可能我今天的这个样子才是我平时的样子吧。就像你说的，我不是这个仓位的人，升仓的钱都需要用信用卡分期付款来还的，所以我就跟自己说，这几天就彻底的放松，好好的享受，就当是做了一场梦一样。但是船靠岸了，梦就该醒了，就该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那可以加个微信吗？让我知道可以以后找到你。那天我听一个船长说了一句话，在船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应该带下船，反正都带不走，不如都留下吧。有点受伤，但是难忘。不喜欢说再见，那就道别吧。一句难过的话，我都没说，没有。妹子，妹子，刚搬过来吧？啊，在哪上班呢？哎呀，反正你都要进城，哎，要不要拼车呢？我这车上还有一个空位。说。啊，嗨，大家都是小区邻居，就是相互拼个油钱，大家都便宜，还有省钱。哦，
先不用了，谢谢啊。哎，妹子，走不走了？等着上班呢。哎，马上马上。哎，妹子，我真不是坏人。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您帮忙的吗？不用了，我有相熟的销售。还有这个系列是全新的 ，Tracy 也主要订购了这个系列，所以一定要跟大家说的，不管是谁的客人拿去试了呢，一定要放回视线最平行的这一层。行，我知道了，我再去跟他们强调一下。好。我怎么觉得应该再放高一层呢？店铺陈设这么多门道，主打款就应该放到最显眼的位置，对吗？我们一般只能参照平均身高，你比普通人都要高，所以不能用你的水平视线做参照。这双鞋子我想要啊，可以再帮我推荐衣服裤子吗？当然可以啊。那你是想平时休闲的时候穿，还是参加商务活动的时候穿啊？都需要，你尽管拿，越多越好。你要在上海待很久啊？只待几天呢？见见想见的人。先送上车吧。你是路过这儿的，还是知道我在这里上班的？我下了船去看了极光，又走了好几个地方，总觉得缺了什么，想来想去发现是缺了那碗番茄炒蛋，我就去了那家邮轮公司，找到那个乘客叫王曼妮，幸亏名字是真的。啊，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拿出来，一时好玩忘记摘了。其实没有那么多理由，我就是很想再见你。我去到哪里都是这个念头。我下午想请个假。好，去吧。
没有戒指，也没结婚，是单身的。现在才想起来考虑这个问题，晚不晚呢？对不起啊，你别误会，我从来都没有跟店里的客人发生过关系。想多了 ，OK。我不是你的客人，我们也不在你的店里认识的，对吗？这次过来太急了，没有带什么随身衣物。就想顺道买一些啊。如果让你有什么不舒服，我以后不会再去你工作的地方。我完全尊重你。我知道你在哪里上班，我转身买了张机票，飞过来找你，是不是越老越没出息了？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什么？为什么在游轮上要拒绝我？不喜欢艳遇，没那么随便。那你为什么今天敢跑过来找我？因为你突然出现了，出现在我熟悉的环境里，没有像极光那么漂亮。我这个年纪喜欢看得见、抓得住的东西。这是最好的南极金枪鱼腹啊，因为靠近肚子，运动少，脂肪厚，一条鱼就这么几片最肥美的。嗯，很好吃。所以你是在香港定居的吗？对啊。啊。啊，我有一次跟日本的捕鱼船，这海鱼一咬钩，从拉线开始翻滚挣扎，鱼肉就会产生乳酸，鱼漂吃破后得马上把鱼放到活水里，还要循环打氧，等上一个小时让它放松。这时候得用海水清洗，如果是用淡水，这味道就会掉了。听到我刚才都说什么了吗？啊，你在说鱼吗？我听见了。OK， 我还是好好跟你介绍我自己。我叫梁正贤，今年37岁，是个美籍华人。很多年之前回香港创业，便在那里定居很久。现在是单身，没有什么不良的爱好，没有什么犯罪记录。你现在有没有清楚一些？
我明天回去香港。哦。下个月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瓦老阿图看沉船？尝尝我钓上来的海鱼。瓦诺阿图？对呀。喂，顾佳，你帮我查到没？查到了，王太太家在香港的律师查到她的单身证明了，她没结过婚。行，我知道了，谢谢啊。我先带你下水感受啊，如果你不太恐惧大海的话，接下来几天就可以考个潜水证，那就自由多了。估计觉得除了扛枪上战场的战争年代，想成为生死之交就一定要一起潜水的，因为好的前半比任何关系都动人。到了最深的海，四周都是漆黑的，唯一跟你连接在一起的就是你的前半，你们要互相照顾潜速、氧气量，一起排压深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你的前半都是你最后的生命保证。那等会儿我潜下去了，是要把命都交到你的手里了。那你相信我吗？等这次船潜结束，我一定是你最信任的人。It's definitely not in the current. My torsion, my unregulated orifice away. It's too exciting. And I gotta tell you this. Compared with those beginners, Nini did so well. She's too calm. She saved my life and she helped me to find my oxygen back. Really? Too scared, too scared. I don't want to go back out. You know, for your first time, you surprised me. You did so well. Many diving accidents are caused by the oxygen nozzle falling out.And once you panic, it's fatal. Yeah. Well, actually, I have no other feeling than hunger. I can't eat well. 我去买吃的，等我。Hey guys, you know what? I heard the place we're going to tomorrow. We can see possibly a whales. Yeah. Cool. I don't want to go back anymore. I was just there, but
Come on. This diving room is really great. Yeah, yeah. That's why it's so popular. Yeah, it's true. We reserved our place a year ago. Oh. What about you? I'm not sure. At least half a year ago, it was impossible to get a place. Yeah. Did you guys want to go to the beach? Yeah, sure. Yeah, it's cool. Let's see ya. At least half a year ago, it was impossible to get a place. Cheers.想庆祝劫后余生的吗？你真的很让我惊喜，我越来越喜欢你了，怎么办？我们在一起呢，就是为了开心。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想说的，都可以跟我说。传票，你什么时候买的？ 所以你就换了个钱吧，看来你的生死之交也挺多。但是从来没有过跟你一样的，刚才我们经历过生死，难道你现在还不信任我吗？我想回家了。 就我坐的这一班飞机，你怎么到这里的？我飞俄罗斯转机，为了追上你啊。有这么高兴吗？当然了，我今天正式脱单，有男朋友了。哎，买个气球。 多少钱？10块钱3个。啊，扫码是吧？哎，扫一下。好了。好，给你。谢谢。不谢。哎，你看。曼妮啊，有件事，我觉得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要跟你先说清楚。什么事啊？我不会结婚的，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什么不婚主义啊？不结婚？那是不会跟我结婚，还是跟任何人都不行啊？我之前一直回避男女朋友这个问题，坦白说，我是怕关系一旦确定，你就会有所期待啊。我觉得应该先把我的立场表明。在很早之前，我就确定自己不婚，为了是追求更纯粹的关系。人呢，不应该为了制度而爱着。不婚的意思就是不用负责任，爱了就在一起，不爱了就散了，是吗？哎，结婚就能永远在一起吗？那我换个问法，结婚就能保证永远相爱吗？哎，你看，从精神到形式，婚姻都给不了任何长久保证。至于这种经济保障，多半要在离婚的时候才能实现。我财务自由，我喜欢你啊，就这两条，比任何形式都有保证，对吗？我都觉得只色麻麻地，有点老啊，嗬。嗯，帮我把那个鞋子来看一下吧。这双银的是吗？对，你全家人都上了。又是那个人啊！上次折腾你四个小时，你不帮我试一下吗？这双鞋我们还有其他颜色的，您要是喜欢的话，再给您试试。我们的鞋皮都很软，来，所以穿着都很舒服。上次在 gym room。你也是这么热情地蹲下来帮我开跑步机。看来你们这种做服务性行业的人都很能放低姿态来迎合男人呢。啊，不是，是客人。是不是我有什么服务不周到的地方得罪您了？她蛮漂亮的嘛，对吧？那您慢慢选吧，我要去吃饭。所以你要拒绝我有服务咯？我只是觉得可能我的工作能力有限，服务不好您。我找我的其他同事。我只是占用了你一点时间跟业绩而已。你就这么不高兴啊？那你应该很可以体会得到，自己的男人被别人占的是什么滋味吧？就这条吧，送给我老公的。买单。这个戒指是梁真贤7年前送给我的。虽然我们没有公证结婚，
但是香港的亲朋好友们都知道我们是夫妻身份。他一直都强调自己是不婚主义，但是我知道，在他心里面都是把我当妻子看待的。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没有再工作了，都是他每个月给我生活费养着我的。我等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等到正式梁太太的身份，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她抢走？所以如果你想保住你的工作，保留点尊严的话，自己退出吧。这个人的话你也不能全信，当初我们也查了呀，你不也试探过他吗？怎么就冒出个七年多的女人来？可他能有梁正贤的卡，两个人关系肯定不简单。你先别着急，我觉得这种事儿必须当面讲清楚，不能相信一个陌生人呀。顾佳，我现在感觉真的特别不好。从他那几次故意接近我，他就是有备而来的呀。你现在给梁振贤发条信息，你就跟他说你有急事儿，想马上见到他，让他飞过来。怎么说？他说他这几天忙，飞不过来。这个戒指是梁振贤七年前送给我的，虽然我们没有公证结婚，但是香港的亲朋好友们都知道我们是夫妻身份。他一直都强调自己是不婚主义，但是我知道，在他心里面都是把我当妻子看待的。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没有再工作了，都是他每个月给我生活费养着我的。我叫梁正贤，今年37岁，是美国华裔。很多年之前回香港创业，也在那里定居很久。现在是单身。这些都是送给我女朋友的，她收下就好了。谢谢大家对我女朋友的照顾啊。机会调去香港店铺。我是说你在这里做得挺好的，为什么去香港？掉下的泪就到曼妮啊，有件事我觉得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要跟你先说清楚。我不会结婚的，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我会不慌，喜欢在意自然会负担的，我是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就怕你受委屈。离开一个，至少排除一个，不说那些并不值。
怎么了？看到我很意外吗？就允许你破坏别人感情，不允许别人砸你饭碗吗？你放心，以后你每一个工作天我都会来的。你来，我也不会为你服务的。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我想得很清楚。店长呢？你们的员工拒绝我有服务。这位女士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有话好好说嘛，这大家时间都挺宝贵的。你说的没错，我的时间的确很宝贵，所以我才不会白白浪费自己7年的时间。你就店长是吧？你的员工拒绝我有服务，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妮，快给这位女士道歉。你道歉嘛？她不道歉没关系，我投诉她好了。哎，别别别，您别激动啊！你会道歉？我不会道歉的。我也不会为你提供服务。你不是就会来店里闹吗？好啊，我现在就辞职。辞什么职啊？我不干了，你还能怎么样啊？你比我想象中厉害，想得蛮清楚的吧？一份工作跟梁振贤比，算得了什么？赵小姐，我爱梁振贤，他也爱我。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你的存在。我不能否认对你造成的伤害，但我认为我没有做错。你更不必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难堪，而是应该好好的跟梁振贤聊一聊。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你问问你自己，你是爱他的人还是爱他的钱呢？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我见得多了，就是用爱情去掩饰自己的虚荣跟自私。我爱的是他这个人，他说他会离开香港的，哪怕他一无所有，我也愿意跟他在一起。我贪图的是他的爱，不是钱。这女的提醒我了，你猜她想的会跟你一样吗？一样。她说过愿意为了我做任何事情。怎么样，没事吧？来，拿冰块敷敷脸，这毛巾是新的啊。你说说你，你干嘛这么冲动啊？非要辞职不可？不就是一点私事儿吗？把它解决好了不就行了吗？别到最后，感情没落下，工作也丢了。这叫什么？这叫人财两空。是他故意来闹事儿的呀。你说你干了这么多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们这个奢侈品销售本身就容易让人带着有色眼光来看我们，可我们这是一份堂堂正正的工作，对吧？你说你这么多年这么拼为了什么？你现在要拿你安身立命的饭碗开玩笑，你有意思吗？反正你辞职这事儿啊，我就没听到，也当你没说过。我呢，给你几天时间，你回去放个假，好好休息一下，调整一下。我希望你带着全身的面貌回来工作。
谢谢店长。好歹应该见一面啊，怎么就回来了？你要是难过你就哭吧，哭出来就好了。我就是这样的，有什么糟心事哭出来就全忘了。要不我们去大吃一顿吧，化悲痛为饭量。那你说句话呀。你这样我特别慌。你这样我们俩都很担心你，心里有什么就说出来，别憋着。你自己在这水深火热的，要死要活的。人家呢？人家那边风轻云淡，毫无波澜，你这不是折磨你自己吗？曼妮，人家两个人在一起很多年了，不是夫妻也胜过夫妻。你在赵俊宇眼里，你就是多出来的第三个人。我不是第三个人。我知道我这么说很残忍，但这就是现实。人家两个人在一起七年了，七年的感情，七年的陪伴，一个人的人生能有几个七年？你不是他们这段关系中第一个出现的人，也可能不是最后一个。我知道你现在觉得特别委屈，可你想想赵靖宇，他做错什么了？他不委屈吗？至少你身边现在还有我们两个，我们可以听你诉苦。我不想听，你们走。曼妮，你别误会。哎，曼妮，曼妮，走，王曼妮，我不管你现在有多伤心、多难过，但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爱你自己。这个坎儿，你一定要迈过去。啊！
我都没没有。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他呀？没有姿态，也没有了资格。这个时候让他自己待一会儿吧。爱不能我单方面觉得，我会努力学着过来人的透彻，曼妮，你听我的，任何时候都不能输了姿态。没有那么重要，受一点伤都这样。掉下的泪，就当清洗过往。今天我约你来，是想最后再跟你谈一次。谈什么呀？你难道都不好奇的吗？之前梁正贤提前订好的机票、酒店、船钱的票是给谁的？你不是就想说是给你的吗？不是的，都是给像你这样的女生的。每隔一段时间，她身边都会出现一个。我跟他虽然不是法定的夫妻关系，但是每一次都是我出面帮他解决这些女生的，并不是他拿我没有办法，而是一种默许。他先前赶过了，不想要了，又不想自己做坏人，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找我出来宣示主权，让这些女孩子自动退出。这也就是我跟他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其实我可以感觉得到，你跟过去那些女孩子都不一样，连我都差点觉得梁真贤动了真情，真的要抛弃我了。所以我一急就跑到你店里面去捣乱。我知道那样不好看，不过现在看来啊，我还是高估你的重要性了。他又一次躲了，所以才会有我跟你这次的对话。所以是梁振贤叫你来的。你说我跟你两个人看起来谁更惨啊？从明天开始我就可以放过你了，但是谁能放过我呢？我不是没有想过要放弃这段感情，但是七年的圈养，我真的不晓得我要怎么样子自己面对生活。我也不晓得将来还有多少女生需要我去解决，但至少这是我擅长的，不是吗？这个小区你应该不知道吧，是梁振贤在上海的家，他每次来都应该只带你去酒店，对吗？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永远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底牌亮给过客的。
谢谢你的宝贵的时间。我想见你。对，我承认我搞不定赵静宇。我们一起太久了，在香港牵绊太多，不是说断就能断的。连那条狗都不知道要给谁养了吧？但是有一点，我绝对没有骗你，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我已经说服赵静宇，你们两个一南一北，互不干涉。我第一次听说。你不要这个语气好吗？他都能接受，你有什么不愿意啊？我不愿意。我觉得脏，跟着我不好吗？你看看你穿的、用的、进出的场所，实际一点，是你做一辈子销售都实现不了的。我不是让你做小三，我是个不婚主义者，那就是开放伴侣的态度。大可以试着接受啊！你说的对，我穿的都是你给的。你看，这个就是你没有否认的东西啊。小姐，我的衣服可以借给你，请跟我来。可能只配穿这身衣服啊，跟你比，我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的真心才珍贵。我不
不相信很爱一个人会愿意跟别人分享。梁振先，听听你用的词，你给我，你带我，我是你养的狗吗？那我宁可当一只流浪猫，风餐露宿，低头捡食，也没办法摇尾乞怜的等人圈养。这种得不到尊重和平等的感情，碰都不想碰。这个包是我自己买的。魏先生，今天找你来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请你吃个饭。听说你也在急着找我啊？对。坐。坐。我跟您约定的三个月的时间也到了，我也完成了最后一单。这个呢，是我在过去三个月里跟过的客户完成的单子。这个表格里的数字呢，是我给公司追回的欠债和销售出去的金额统计，您可以看一下。嗯，我们先吃饭吧，边吃边聊。其实你这表格呢，我不用看，也知道，你应该做得不错的。谢谢。按照约定。你现在就是 M 店的店长。我不回 M 店了，这片儿在我这儿就算翻过去了。那就留在智胜，做销售主管。魏先生，今天我来呢，一是想跟您告个别，明天我就不去公司了，还有就是这些表格呢，我也是想给过去的成绩做一个量化。您能够按照统一标准给我结算一下提成吧？我们之前可是有合约的，你不能提出离职的。我不能提出离职的前提是我完不成您的工作，但是现在我完成了。我现在不求什么职位了，我打算出国读书。读书？嗯。你刚闯出一条职业道路，就要放弃啊？以前我觉得我一定离不开柜台后面的那块地儿，结果呢，我连追债那么难的事儿我都可以做好。我一直都觉得，只要留在上海，就有无限的可能。后来想想呢，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跑道越清晰，越会束缚自己。这几个月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见过的人、看过的世界都太少了。我干嘛非要着急给自己选一条路定下来呢？我不甘心的。读书不是不可以，你也可以在国内读啊。你想学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出学费的。只要你学成之后，再回我的智胜，怎么样？您已经资助过我了，我算了一下，这些提成差不多10万块钱，够付我学费的了。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再找一份工作，边打工边赚钱，就够付我的生活费了。我算是明白了，你要的是自由，不是学费。是我失误了。给你安排了一个看上去完不成的任务，结果呢，反而提升了你的无限自信。魏先生，您是我的贵人。当初我找您谈条件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但您还是给了我这个机会，谢谢您。
我读懂你了。这条跑道的起点是我，而你呢，又不想被别人说成是借的这股风才跑得快的人。对，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刚好，可以选一条自己的跑道了。好，那你我之前的合同就此作废。好好吃饭吧，来。出国读书，嗯，我已经选好了爱丁堡的一个设计学院，他们有一个买手和经销学的进修课程，读个两年呢就可以拿到业内认可的证书了。准备什么时候走啊？我报了个语言课程，明年二月份呢有个面试，嗯，如果顺利的话呢，春天就在爱丁堡了。真羡慕你，我都不敢想我这个年纪出去读书。该读书的年纪呢，没这个条件，没这个机会。现在呢，刚刚好，自己赚的钱，自己鼓足的勇气，还没家没业没牵绊。如果错过了现在，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有这个时机了。嗯，我支持你，这真的是应该去的。什么年纪不年纪的，人在这个年纪还能有这份勇气，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嗯，我已经想好了。结果无论好与坏，我想出去走走，我想看看自己的人生还有没有别的可能。行，你有这个心态，我们就再也不会担心了。过去总是纠结该怎么留在这儿，人干嘛非要被一座城给困住啊？嗯，现在也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困住的了。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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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曼妮，那边那个人好像有点像梁振贤。哪儿啊？那儿。倒胃口！哎，我们要不要换个地儿？要换也不是我们换。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你了，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过去跟你打招呼。犹豫就对了，我们也不是见面寒暄的关系。赵琴，你脖子都不会动了吧？我知道，是我欠你一个对不起。之前因为我……没关系。你好像变了很多。人总是会变的。只是早和晚。我跟赵靖宇分开了，以后我会在上海常住。来吧，请你喝一杯酒。不好意思，我的口味已经变了。曼妮啊，之前我去冰岛看极光，真的很美。我们一起去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看极光，好吗？
杨正贤，过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没变呀？世界的景色是挺多的，我也都想去看一看，但是现在我更想一个人去。我懂了，酒你自己喝吧，我就是过来给你打个招呼。又在努力工作啊！哇，你还知道过来呀你啊！多久不见了，我还以为你把咖啡戒了。这杯算我请你的。不意思啊。嗯，好香。说好喝。太好喝了。曼妮姐来啦。嗯。那个进货的单子我都填好了。我下午去趟超市吧，晚上想吃点什么呀？晚上，你们两个，啊？嗯，江晨刚刚有没有告诉你，我们俩昨天去领证了？真的？你怎么不早说呀？没来得及啊。曼妮姐，到时候我们婚礼你一定要来好吗？一定的，我的手捧花一定给你留着，到时候我一定包个大红包。多大？特别的，恭喜，替你们高兴啊！谢谢。曼妮，曼妮，这个你说在别处合不到，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在烘焙的时候加了一些无花果干放进去了。难怪喝不到苦和涩。收着吧。最后一罐了，不用了，我马上就走了。去哪儿啊？反正是离开这座城市。不管去哪里，你们的婚礼我一定会回来祝福的。谢谢。拜拜。拜拜。